老丈人今天送来点羊肉啊，老丈人送来点羊肉啊。天冷了，咱们简单吃个红焖羊肉啊。咱们先给羊肉焯个水，先给羊肉焯个水。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，姜片。水微微开后啊，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下。咱们浮沫撇的差不多啊，把焯好的羊肉给它捞出啊。内蒙天太冷了，兄弟们，这大豆油被冻上了，冻得邦邦硬啊，直接倒不出来，我放到热水里边消化一下。这回好点了，能倒出来一部分。咱们把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，给它煸炒爆香。咱们来上一勺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沿锅边来一圈生抽，然后小羊排放到锅中，咱们再给里边来点这个火锅底料，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咱们把水没过羊肉就 OK。然后给里边来点桂皮、香叶、草果、干辣椒，一点点盐，小蚝油，鸡精，小火啊，咱们给它炖上一个小时。小羊排炖的直接脱骨了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昨天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先来上一小块瘦一点的。哇，蛮爽的啊。再来小片。接下来再来一块小羊排。哇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烂腌菜，哎呀，全是冰碴子啊！这内蒙这天气啊，这两天太冷了，来两个腌制的小豆角。咱们来上这么一小块儿。再来一块小瘦肉，我看这肥瘦相间的。
哇呀，我超级喜欢。再来一根这个小棒骨。来一块这个小羊排，有肥有瘦啊，有筋有肉。哇，好 happy 啊！再来一小块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，这块其实是块羊排肉，就是可能骨头全掉了。突然想到了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多多少少啊，咱们再来点蒜。这个小羊排，再来块，这其实羊排啊，好 happy。